Hello， 欢迎来到《冥界生存三人组作死时间》啊！那今天我们在那个一个发现一个神秘的池子底下，有发现那个超级的薄状啊，不是柱状物体啊，柱状物体尖尖的炉尖往上一插，用力的给它。炉尖？什么是炉尖？炉尖如刺，刺刺的。然后竟然就被捅了刺刺啊！竟然被捅到底了。刺了一下了，来吧，到底了，来，我们去给他刺啊！不要，不要，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给他刺啊？都已经是金元的味道了，我不想要再泡更多。对，水里面有金元的味道。哇、哦，这个地方有好多地下空间。我看到金元在靠那一根刺啊，那是树根啦。嘿，啊，你对树根有意见吗？不过他有喷经验呢，为什么？哦。只是吸到了一些经验，好恶！但是我看到他生命金矿，他是显示生命水晶矿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写生命水晶矿，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对啊。哎呀，真的是生命水晶矿啊、哎！哇，是生命水晶矿，这要怎么办？直接挖吗？但是我们，哎、欸，还是我们有做个木门挖它吗？做个木门好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看完我的石头，而且我发现它上面啊有一个奇怪的遗迹啊，真的有啊，这上面有奇怪的遗迹，待会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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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这火把丢掉、哦。我们先取得生命水晶矿，好、欸，这个直接挖就可以了吗？也、应该是吧。耶、欸，有门，这奇怪东西，你有拿到什么吗？有吗？有掉吗？有掉吗？我没，我在呼吸，没吸到，我也没有吸到。它旁边还有两根诶，两根大的生命水晶矿。哦，啊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边这个才有，好像前面还有一个。哇，所以它真的在水里啊！哎，靖远，你的生命很低。啊，我也要溺死啊！没有关系，这里有火把，没有关系，这里还有门呢。我可能要做另外一道门了。哦、啊，看不到哎、欸，这而且这个原版火把没有用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有穿衣服啊？哦，爆了呗！你是想对人家鱼水之欢？有啦，我挖到生命水晶了。哦耶！我要跟你洗鸳鸯浴。不要。它那个生命水晶啊，是上面有一个白色的环形圈圈，那个才有。哦，是哦，对，普通没有显示的话就是没有。好啊，上上上，我们分享。我解决一下我墓碑的问题。好的。靖远死在哪？为了挖生命水晶。先打不到，哎呦，打到了。自掘坟墓的靖远。自掘坟挖那个生命什么挖个生命水晶，那可以做什么、啊？那个生命水晶，当初我们那个熔炉啊，或者一些机器有没有？它左边好像有一个空间，好像可以放水晶下去。哦，还有那个抽奖券。哦，抽奖券，我们可以试看抽奖券、哦。对对对，好像走回去啊，走了。金元，快出来！金元，先看那个遗迹吧。这边，这遗迹还蛮大的。快点，金元上来 ，Go Go Go！ Here， 好了，来了，走。你们有看到那个遗迹吗？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一间超大的，还有柱子呢。对啊，这比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坟墓还大。哎、欸，上面还有那个栅栏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飞行沼泽飞行者。哇哇哇哇哇！它飞好快哦。哦，刺激。来，我要爬上去。嘿咻。上面也是一些罐子啊，为什么他的护手就可以，他就可以上去啊？我不行。大跳，这个是大跳，要跳四格高。哎、欸，你想知道怎么跳吗？就是空白键跳起来的瞬间，再按住蹲下。这个比较顺手啦。对，就是你空白键跳起来的瞬间，再按蹲下，然后当你蹲着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个蓝色的箭头，然后再放开就可以跳上来。哦，从旁边走好像会比较好一点。
懒得跳了，来来来，虫虫没有，哎、欸，草神，草神而已。好了，可以准备回去了，只是要找回去的路啊。怎么回家？我们之前不是挖下来的吗？嘿呀、啊，嘿呀、啊，所以我们要挖回去，游回去吗？我觉得可以哦。僵尸，我能不能用屁孩方法？啊，你唔汤？哦，是啊，是啊。哎、欸，你是是不是有人射一箭什么星爵箭矢？我燃烧、欸，哎，烧起来，痛痛的。就是你，十五。有啊，我两个，你要不要？哇塞，我快要分你一个，快要被毒死了。我有没有去吃的东西啊？嗯，我有，我还有一个果酱甜甜圈。好哦，我要吃东西。该要打道回府了吧？差不多， yes. 走吧。我们要怎么回家、啊？哎，先游回去。好。我记得我刚有游到啊。我残影啊！啊，我游到了，我游到了。对对对，这里，就是我们刚刚挖下来的地方。嗯，那怎么上去是在重点？挖上去，垫上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挖出来了。是罐子啊。乌香，你上来了吗？乌香，我听得到地表声音。我快死了，不要伤害我。哇，我卡住了。哦，溺死了 ！Oh no！、欸、我们家嘞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水啊？为什么一泡进去马上就会扣血？哎、欸、哎，水质，水质，水质！哦，我快不行了，真的要去了。这是有毒的水啊！我要去了，我水质。哎、欸，先采一些那个哦，这水有毒啊！泥巴啊，有毒的水！啊，我们家在哪里？哦，至少都死掉之后，腐烂值回复了。找不到我们家。像，欸、地图上、啊，地图上有标示吗？我们家的位置？还没有。天长刺死！哇，有没有觉得刺刺的？哎、欸，悟星上来了吗？悟星 ？No， 我正在重新整装。好、啊，他其实我们离那个地面还蛮近的，就一点点而已。耶、yeah, ，恭喜你成、嗯！啊哈，我也回到地表了。好嘞，接下来要什么东西啊？嗯，哈，老屋他有些东西又不见吗？我不晓得呢。你找什么？你找什么？沼泽兽，居然挖到沼泽，什么东西啦？哦，该死！会会，哎、欸，我们家应该在这附近而已啊，真找不到。呀、啊，我看到近缘了啊，鞋子。哎呦，泥巴呀！该死的，原来是泥巴呀！原来是泥巴呀！好痛，差点被好痛、哦、差点被水蛭咬死。我觉得光是回家就好难啊！家能不能标记吗？可以啊，只是一直没有标而已。忘记标。我们要活着回去。哦，找家好难哦。而且我的那个什么，好的过头，玉用完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拿到一株草，它叫做乳草。我超多那个东西不见的，不知道是在别的墓碑还是怎么样。应该是在墓碑里面啊，现在墓碑超多了。哎呀，
啊，被仙人掌刺死。哇塞！啊，他有仙人掌，你知道吗？荨麻，有毒的草。哇哇哇哇！我又卡了啊！我先把它敲爆。我看到一个长得类似水晶的东西，就在我们的表面上、欸，哎，东西啊，有啦，那个仙人掌啊。哦，好了，东西都拿回来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找回家的路喽。哦 ，no！ 不要再电我了，我快死掉了。电已经死了，死好死慢。我又快要去了我们家。但是死亡的好处是你不用再吃东西了，耶、yeah ！哎，看谁先找到回家的路。哇塞，是鳄鱼哎、欸！扼杀！不要 ！One hour later， 总算找到这个该死的地方，然后从路途上遇到很多脏巴唧的东西，然后我们这几个路痴一直在找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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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，找回来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何其的该死。重点的是，问他们两个人，他们居然跟我说没有祭典，忘记了。耶、yeah ！忘了。啊，这个每次矿坑进去都不知道怎么回来啊。而且走了每条，而且最邪的是，你走了每条路好像都一样。对，这是终点。啊！来试试看抽奖吧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奖励。好啊，好啊，试试看抽奖。神秘水晶硫磺，哎、欸，有了，他在用了，他在用了。是，所以水晶会慢慢消耗，然后硫磺，我看来要消耗不少呢。对啊，然后他有两个进度条，往中间慢慢靠近。看他会到时候变怎么会发生什么事？这是什么原理啊？是在酿造啊？在注入彼此的液体。哦，在互相交换精华，然后呢，要成就大、哦、交叉感染，就会诞生出，哎、欸，出来了，抽到了瓦农奈结晶，瓦农奈结晶，嗯，这个是好像很棒哎，更好的材质吗？还有什么瓦农奈胸甲？就是我挖的那一颗啊，就唯一那一颗粉红色的，我这有一张，我要放花一样。唱片机，算是相当于钻石级的、啊。哦，那还可以。放一张，我要放一张。来来来，那把这拿下来，抽，再抽一次。哇，它可以连续放两张吗？啊，这应该不行。我这边还有一张哎、欸，应该不能了，它好像不能叠吧？它抽就是抽一种而已。哦，哎、欸，会不会给我们好东西呢？都这么辛苦了。对啊。小白，让我们一起交叉感染。What the？ 交叉感染是啊，要先刷牙漱口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哦。健康教育是不是？健康教育，这是什么？愤怒软石，好奇怪的东西啊！不知道可以干嘛？它可以干嘛？查不到配方，但是可能之后有其他用途吧。帮我！哦，怎么了？哦，原来是拔蜡哦！啊！哇！爆炸爆了！好大、哦！我们家毁了！我才刚刚那一瞬间，我要……你是不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没有讲，我不知道啊，忘记了啊！砍拔蜡，砍拔蜡。帮我抽，帮我抽！哎、欸，不对，我的，骷髅头，走开，走开！为什么这个骷髅还戴眼镜呢？哦，帽子哦。骷髅还会爬楼梯？不科学啊！走开！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啦？走开啦，下去啦！吼，我要捡我的东西。好，捡好了啊、拿起你的剑砍他吧！走开！走开，走开！啊，还好还好，反正，可是我的抽奖券没了，只损失了一个堆飞机跟一个抽奖机。有啦，堆飞机还在，堆飞机在这。哦，然后竟然被围殴致死，高下了这些，被凌虐致死。
禁约各种被凌迟。好，下去敲。哇，真的没有嘞、欸，那个老五，你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？忘记了啦啊！哇要看到才知道啊！我们在下一集开拍前有得忙了啊！没关系，慢慢补回来。拜拜，嗯，快，你砸那棵树上面，砸上面，不要砸下面。上面那一棵树，这是抛物的吗？被抛的，不要对我们丢。给爆啦！哇，你知道他丢出去还发出声音啊？啊！有这么生气气吗？哇塞！哦，这威力好强哦！而且拿得到树苗哎、欸，可以种树。好了，那我们先结尾啦。要啊！要！我们来看这小白结尾。砍错！哦哦哦！啊，小白上来了，真可惜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结束呢。感谢各位大家收看，我们接下来又有工作要做了，因为我们拿到那个愤怒炸弹，好就可以到处乱丢破坏我们家。我的表，哎、欸，等，瓦奈龙结晶哎，我放进箱子啦。哦，好，吓死了。Yeah， 好，可以这样。OK， 那感谢各位大家收看，喜欢我们影片请点一下订阅跟点一下喜欢，随时关注我们的实况，我为你演出更多的精彩。谢谢各位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下台一鞠躬，拜拜，下台。